怎么讲？妈的，妈的，鼻子，妈的，鼻子，眼睛是妈的，鼻子，忘记，睡觉，啥吧？洗澡。你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那个鸡怎么讲鸡？鸡是不是念 Gurgu？ 是念 Gurgu？ 对哈。鸭子，不是那个牛。Baby。牛。刚放。猪。猪。巴布。对，巴布。妈妈。蒂娜。爸爸。妈妈。小孩子。威廉。香蕉。等我一下。该说吧。哎，有没有吃的？帮我去找便当。吃吃的便当给我看看。香蕉怎么讲 ？Banana。滚滚。滚滚。滚滚。对对对。B-box 一下 B-box。他会。快点，又你的嘴巴很厉害的样子。他会 B-box。唱歌，随便小朋友。我不会唱。那介绍一下，介绍一下马远国小有没有很好？没有。怎么没有？没有，就是。哎，就那个。没有，我们嫉妒他们。哦，你几年级？你给我加快一点嘛。哦。你用那个呼呼呼自己创作呼呼呼，编歌词。他是那个妹妹，他妹妹。我叫马晨曦。啊，马晨。老母的名字鲁马。来，以后要不要念大学？以后要不要念大学？要念书。我可能会。你们是瑞北还是马远？瑞北。好，你们足球不是很厉害？啊、哦，国中要念哪里？美伦吗？还是化人？不是有足球队，那不是有足球校队。我当年军医哦，那么厉害哦，要去打奥运呢、啊。啊、哦，你足球有没有厉害？我很强。那你也会踢足球？我刚参加。你是布农族吗？哦，很帅哈。布农族叫妈妈。哦。然后我叫全名叫神话。那以后要不要念大学？有可能会。要读书，懂不懂？读书赚更多钱，懂哈？读大学，我也那个。要读书。要看妈妈打什么。那几个学长会不会打你？不会。会不会有时候会不会吵架？有时候。用踢足球踢你的脸。你们那个足球队长是谁？足球队长。不在。好，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要一同。来了。哦哦。给你读书，不得乌鸦给你晒呀。好。给你读书，要回家，要回家了哈。一呀，一米。足球队长是阿布斯。给你晒阳的话，我们要请我们所有的这个里面的。结束了，要回家了哈。一休大圣，刀下剑指明少年。Hello， 兄弟，快说一说。怎么了吗？啊？现在怎么了吗？对，你东西赶快收一收，因为你现在东西要在这个地方这样摆放哦。你到时候你这样做堆放杂物哦，我们在给你开单啦、啊。等一下，如果我们告诉你你还没有收的话，你就请进来对了。你看起来地上没有放。这开什么单？我问你，我现在在开什么单？摆放厨余以防碍交通啊，这人行穿越道。我现在已经告诉过你了。那、啊、你摩托车可以骑到人行道上啊？啊？你摩托车可以骑到人行道上啊？我现在执行公务啊，就在。现在是执行公务啊！我现在给你开单，你怎么讲？而且你可以录，跟他录，你可以录。哎、啊，反正你看，你现在你们在妨碍自由是不是？没有，我没有妨碍自由、啊。我们现在我们依照规定给你开单的、啊。我是开，那我们可以开保留在上面。你不要，你不收也没关系、啊。我们会依照规定哦、啊，就是给你请那个，就是会请那个切队来，然后这样子哦。那、啊、你没有关系啊，你如果你要你觉得不舒服，你要申诉也没有关系。先跟你说，你可以移到后面。
为什么要到后面？我坐在旁边呢、啊，这民众不你没有自由啊。可以啊，对啊，可以的，没问题的。你要不要接？不要接也可以。你要他要去申诉的话，就给他去，当他去。我直接提告。哦，可以可以可以，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你可以提告，你要提告都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签？什么理由嘛？你跟我讲什么理由嘛？我刚刚不是跟你讲了，在人行穿越道机放放置设施或足以超设妨碍交通。妨碍哪里？哪里妨碍？人行穿越道，人行穿越道。那台车麻烦请你开单。我等一下会开，我等一下开。你要先签完，我才能开其他的台车啊。就这样，我刚我告诉你啊。我们现在在给你开单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主张对你要求这个什么不平，就是你不法是平等哦。先生，我可以告诉你，听到没有？哎，美女问他，先生，你要签收这罚单吗？去签了，我等下丢出他是啊。哦，好，我再提做笔录提告啊。我们罚单会直接用寄的寄给你啊。反正你要去申诉都没有关系，那是你的权利。来，那边那台车黄线，来，那边红线。现在是那个中桃园国小前面哈，看一下这个刚翻修的人行道很大哈，吴大师批评在这个角落从这边过去非常的远哈，非常的远。我坐在那边，好看一下这周围刚翻修过，这是中国信托的门口，不是学校的门口哈。那以前看很多家长也是停在红线上面哈，然后刚刚在这边一个警察跑过来问我说：“你在卖什么东西？”我说：“没有，我在刻字。”啊，再来是我现在有脚伤，这个是轮椅。啊，警察有没有眼睛？我请问一下，警察有没有眼睛？哈，那这个雨伞昨天有写那个字，我把它打开晾干。哦，就这样放着。那看一下这个距离，哈，非常的宽敞。这边大概有，应该有六七公尺宽哈，我那边大概才占一公尺的距离这样哈。然后那个警察就我说我在写字，他就先离开。过一会儿他到对面去跟学校的校那个警卫还是志工聊天，聊一聊又跑过来，就说叫我到这个中国信托的后面，那边是图书馆，叫我到后面去。我说我不用，我在这边做事就好。哦，那我就他就说我有违法什么什么堆放物品影响交通什么影响人行道什么一大堆的，哦，不然他就要开单。哦，我就跟他讲，那你。